即将要落幕，今年已经是迈入到第十六年，有北贡寮、中王宫以及我们南垦丁的一个这个称呼。那最主要是我们透过这两天，把我们方院地区、王宫地区的好跟美给行销。那在这边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王宫渔港。最近这一年来，彰化县政府也花费了将近一亿，来把我们整个的渔港的淤泥也好，我们整个的环境也好，给它整理出来，非常适合大家来这边来观夕阳。我们的王宫夕照、王宫渔海、渔火是我们彰化八大景之一，王宫渔港也是我们十大优良的这个渔港之一哈。那特别是我们的王宫的这个珍珠科啊，也是非常有名。它跟别的地方的蚵仔是无同款，它呢这个潮汐来就吃它的浮生物，潮汐走了它就呢上来呢呼吸哦。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剧烈的一个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王宫的蚵仔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哦。那我们今年在王宫渔火节里面规划有七大项。一个是在我们福海宫，那大家呢可能有吃到哦，我们的福海宫主意呢跟我们的这个蛋鸡跟我们的这个养鸡协会是吃不惊的哦。那最主要把我们在地的这个禽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畜产的部分呈现让大家来知道。那这个在王宫的这个福海宫有宝贝有嫩球卡，最主要还是希望透过妈祖给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今天呢，有记者一直追，哎呀，怎么妈祖这么灵啊？因为妈祖说我们十五、十六要来办王宫渔火节。我跟大家报告，过去馆长我去宝贝吼，来拢拄着风台，啊，拜一年拄过两遍。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乖，会去问妈祖什么时候来。你看妈祖多灵，明天开始参加大型活动，通通要戴口罩。所以我们这个防疫哦，爱人啊，爱心，对不对？对。我要拜托大家，从明天开始，在大型的活动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好不好？好。